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荔波小七孔风景区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在荔波县城南部30余千米的群峰之中，景区全长7000米，响水河上横跨着一座青石砌成的七孔拱桥，小七孔风景区因此得名，主要有小七孔古桥、拉雅瀑布、68级跌水瀑布、水上森林、天中洞、卧龙潭、鸳鸯湖等景点。今天我们计划用一整天的时间游玩这个景区。本我计划从西门进步走上坡路，结果计反了，从东门进了。第一站来到了小七孔桥，只见白河水清澈碧绿，游人如贼。第二站来到了拉雅瀑布，艰辛地向上走了长达2000米的68级跌水瀑布。响水河都在张嘴做喷水状拍照留念。第三站来到了水上森林，回忆孩童时的乐趣。
第四站来到了翠谷瀑布。途经努内极海湿地，第五站来到了鸳鸯湖。第六站来到了天中洞。这个钟乳石的形状就是天中洞的来由。我们到了西门，以为一天的行程结束，才发现车在东门，才有了最后一站卧龙潭。